陳志全議員，係，我都係想問翻呢個問題啦。政府你承認呢樣嘢噶嘛？係咪啊？喺古洞北嘅泥土裏邊係有呢一種有危險性嘅物質砷噶嘛？咁你喺攞呢筆前期撥款嘅時候，有冇去做埋風險管理？去如果萬一有咩事，無論你話你工程嗰啲工人，前期工程工人有事啊，定係會令到嗰啲村民去受影響？又或者你話冇啦，但你有冇宣傳嘅工作去令到啲村民安心先？而家佢哋覺得生死攸關喎，你安唔到佢心，而家你要我哋俾錢你嚇，咁到時有事嘅時候，即係高鐵超支就錢啫，但如果呢啲有毒物質個危害係即係你賠唔翻俾人哋嘅喎，阿副局長。如果嘅話，你有啲咩？係。主席，其實之前都有回應過類似嘅問題啦。咁我呢度再簡單講一講，就係、其實喺我哋嗰、那個規劃同埋工程研究嗰度咧，我哋就住新呢個問題咧，我哋已經進行咗一個健康風險嘅評估嘅。我哋用一個好保守嘅一個估計咧，計算出嚟咧，其實即係經過處理嘅泥土咧，應該唔會對呢、這個公共衛生或者健康造成呢個影響嘅。多謝主席。好啊。